Hello there， 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揾翻我一啲好舊、好舊以前我比較年紀輕啲嘅片段啦。咁當其時就係、我第一次上台嘅一個時刻啦。咁呢一個比賽咧叫做 Crystal Mall Covergirl 咧，我相信大家都未見過。我啲忠實粉絲咧，你哋會知道我我嘅演藝事業嘅起步咧，就係嚟自我參加一個美少女嘅比賽。咁嗰陣時咧，我係七號啊，唔係温哥華小姐先係七號，我唔記得咗我幾號啦。咁而家我睇翻啲片段，睇下点先，个样有冇变得好犀利先？咁都毕竟都2022年减2002年，即系20年先，哇！真系好感恩有呢个片段可以回顾翻。呢、這个片段系我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好嘅朋友当其时帮我拍嘅。咁我睇翻啦吓，边个打俾我？等我一阵。我老公 ，Hello， 哇，呢啲真系绝密片段啊！你哋唔系我嘅老友记嘅话，我都唔会俾你睇呢啲咁嘅嘢。咁好啦，我哋而家开始睇下点先。十号 ，OK， 十号啊，原来。我啲朋友真系好 Q 啊，佢哋嗌紧佢个名啊。今年68岁，我喺温哥华出世，唔系识讲。嗰陣時係冇化妝嘅，嗰陣時淨係畫眉嘅啫，我記得。我將來想成為一個教師。我啲朋友喺嗰度。我係中意唱歌。我帶緊我阿婆嘅watch 啊，嘅手錶。係唯一間摩係有我攞曬我媽啲金銀珠寶出嚟戴。同埋因為姐咧係有好多好處，好似因為。春夏秋冬都可以。佢唔係好記得對白。好似 Small 一樣，四個季節都帶到大家歡樂。誒咗好多下喎。同埋唔記得曬啲對白。係好好嘅，今日希望大家支持我，多謝。傻豬，唔記得曬啲對白。哇！我嗰陣時真係瘦到咧，即係同而家相比咧。同埋我最中意我嗰陣時咧就係啲頭髮啊，因為嗰陣時可能後生啲頭髮靚嘅，同埋自己直嘅，係冇負離子過。跟住係我媽幫我剪嘅啲頭髮。個頭髮我自己整嘅，你知唔知啊？自己笨噶，自己扎噶。嗰條金鏈咧係真係真金嚟嘅，我媽噶。我揀呢首歌咧，係因為細細個嘅時候我是，我好中意好多個歌手嘅，但係好中意梁咏琪，我好中意鄭伊健。咁啊，好幸運啦！到大個之後咧，我係有機會同鄭伊健拍我人生第二部劇《隨時候命》。呢把線咧，亦都喺我媽嘅廁所度揾到嘅，白色線。仍然在我媽的廁所的現在很漂亮的，好像在舊布頭買的。見到18歲的我呢，會心微笑，我會見到一個好，真的很單純，還有很單純的女仔。哇！以前咧啲皮膚真係唔錯，即係曬到黑黑地咧，係冇粉底嘅，係淨係加咗媽咪啲唇膏啦，跟住畫咗少少嘅眼線，糖眉少少輕輕，我媽幫我擦過嚟，係都可以見到人嘅以前，即係好想回顧翻以前嗰種感覺。同埋我以前咧，我唔知點解我個 style 啦，就係我一定會有條嘢喺度，無論咩髮型都好咧，我都會留翻一條好油膩嘅一條幼油地擺喺塊面度。
以前可能真的不懂 style 啦，我觉得自己这样是最漂亮的。哇，这个吓死人了，这个真的不要望了，都不知道做什么。其实我小小个已经很喜欢唱歌了，但是这个表演呢，我的唱功真的有点问题。真的没想到会做到歌手。但是台风好像18岁来讲都算 OK， 真的没有受训练的话。不知道为什么我看着这个女仔，我看到我的女儿走音。哇，不是，其实呢平时唱歌没问题的，但是你在台上你很紧张，你会减了60分的。哦，这个 OK， 好了，看 final 了。哇， final 超恐怖，你不要这样，真的。你会看到呢，一次一次的舞台上面呢，我是越来越有自信。Eva 是不是 Delana？ 我同我自己讲话，我一定要做到最好，因为我不想令到我的朋友和我家人失望。哇，这个劲啊，这个 boxing。又是戴緊嗰條金鏈啊，你見唔見啊 ？Lucky 嘅，成個 choreography 係自己設計嘅，真係好青春啊！點解認唔到呢個樣嘅？我細個咁嘅樣嘅？咁成龍大哥嘅戲啊，即係成龍大哥啲乜嘢嘅氣質？女仔氣質，男仔就放下。因為成龍做啲拍戲都係即係自己唔使睇新嘅，最新嘅，所以我覺得佢非常之挑戰。台話方面咧，會唔會有啲表演咩咧？今日我會表演兩個 Gibber Girl， 一路跳舞一路打 boxing。好啦，咁我哋不如一路睇下點樣可以唱呢一個又唱歌又打 boxing 好啊！我好中意棒邊仔嘅細個嗰時。交俾二號嘅 Linda。She's gonna sing for you. Oh my God! I look like Kelly here. Oh my God! That's Kelly.個側面係 Kelly 嚟嘅頭先，睇得出我係梁咏琪 fans 係咪？真係係咯，冇聲嘅點解？聽唔到自己把聲。哇，好勁啊！呢個舞步，我係抄梁咏琪嘅演唱會嘅。哇！哎呀，有兩個小朋友咧，其實佢哋兩個係我粉絲嚟噶。我喺 Crystal Mall 嗰個 food court 裏面咧，佢係嗰個嗰啲 food court 裏面嘅老闆啲仔女。咁佢哋係唔知點解咧係。很自然地就跟住我，我每次去彩排，每次做 show 佢跟住我，仲嗌我个名咁样，好似我粉丝。我见到佢哋坐紧喺嗰度支持紧我，唔知佢哋而家点咧 ？Wow, good job！ 算系咁噶啦，仲想点啊？如果你当选冠军，你会第一个讲俾边个知道？If you're the winner today, who is the first person you would tell? 我第一個講俾聽，一定係我個媽咪爹哋，因為咧佢哋由細到大都好照顧我啦，同埋喺呢個比賽開始嘅時候到而家，佢哋都好支持我，無論我做得好或者做得差，佢哋都會喺我身邊支持我嘅，同埋佢哋煲好多靚湯水俾我飲，同埋而家因為我仲未有男朋友，所以我比較咁都得嘅。OK， 咁啊，Linda，你媽咪咧應該咩答案嚟嘅？
Thank you. Thank you. 周雪啊，周雪系温哥华小姐，我好开心见到佢，好开心佢系评审。喊晒啊！第一次赢比赛啊，冇谂过。喊晒啊！冇谂过，真系冇谂过。恭喜曬你！你將會得到獎學金同埋好多豐富嘅獎品。嗰陣時有幾多錢咧？唔記得咗。但係對一個細路女嚟講好多嘅。哇！好笑，著住個泳衣咁樣行嚟行去，真係點解要咁做？呢啲回憶咧真係好珍貴。買錢有錢都買不到，我好感恩我當其時嘅好好嘅朋友幫我攝錄落嚟，俾我記得起翻原來我十八歲嗰陣時嘅感覺係如何，同埋性格係點樣。我好欣賞我以前細個嗰種諗嘢好簡單，同埋都算係一個好勇敢嘅女仔咯，我覺得。因为其实要参加一个选美比赛是要很大的勇气，你要面对很多人，还有我相信，我知道我很清楚我自己，小个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表演过，没有在台上，还有真的是一个 很怕丑的女仔来的，去做到这件事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，但是我见到这个女仔也都除了要勇气之外，她是很享受那个过程。我记得我以前的心态，我是志在参与，比赛就是比赛的，其实是一个很平常的事。人生你不断会经历很多不同的类似比赛的一样东西，因为你不断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事情，可能你要有少少人家会比较你咯。咁但系到最终咧，其实系呢个生命系你自己，你好好咁样去参与咗，你喺当中学习咗。我见到佢学习咗好多嘢咯。钟嘉欣呢个女仔喺十八岁嘅时候，佢系 learn 咗好多 skills，learn 咗好多处理自己嘅 emotion 又好，或者上台表演又好，佢知道点样唔遮咪，点样遮面唔遮面。佢好快吸收到啦，咁呢样嘢就系好紧要咯。咁喺我哋人生里面，我哋要不断学习，同埋不断享受嗰个过程。咁我就好彩啲，有呢个记录喺度。咁啊，系啦，今日好开心可以睇翻回忆翻，同埋好开心可以分享俾大家，俾大家更加了解到啊，原来嘉欣以前细个系咁样嘅。咁啊，而家又點樣呢？咁就見到嗰個分別啦，見到嗰個成長過程。咁啊，喺度咧就歲月嘅痕跡真係好明顯。咁就係啦。Anyways,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for liking my video and supporting me. 我會繼續加油。咁希望你哋都加油。拜拜。有邊個打邊個？